健康科普，来看看百科名医吧。肝脏是人体最大的消化腺，它负责消化、转运、解毒等重要功能。一旦肝脏发生衰竭，后果可想而知。急性肝功能衰竭 Acute Hepatic FAILURE AHF 是指在原来无肝脏基础性疾病而短时间内发生大量肝细胞坏死及严重肝功能损害，并引起肝性脑病的一组严重临床综合征。其临床特点是以往无慢性肝病史、骤然起病，本病病死率高，甚至高达 50%-70%， 属于危重病症之一。目前无特效方法，身体出现四种，说明你的肝功能急性衰竭了。一、黄疸，绝大多数都有黄疸，在短时间内迅速加深，病程进行性加重，且黄疸持续时间长，若因2-3周黄疸仍不退提示病情严重。二、出血倾向，可出现皮下出血点、瘀斑、牙龈出血、鼻黏膜出血，甚至消化道出血，多为呕血和便血，颅内出血也可发生，往往后果严重，主要与肝功能衰竭致凝血因子合成障碍、血小板治愈量的异常、按局部继发纤溶等因素有关。三、肝稠，肝萎缩，早期可出现肝稠，与含硫氨基酸分解出的硫醇不能被肝代谢，由肺排出所致。急性肝功能衰竭患者的肝腔迅速进行性缩小，是重要的体征。四、消化道症状，有明显消化道症状，如食欲缺乏、恶心、呕吐、腹胀、腹泻，患者腹胀明显，可能由于内毒素质腔麻痹引起。哪些原因会导致肝功能急性衰竭？最常见的病因是个型病毒性肝炎，在中国发生的急性肝功能衰竭病例大多数以上是由个型肝炎病毒所致。药物中毒引起的急性肝功能衰竭预后较好，肝炎病毒导致的 AHF 预后较差。一、感染，最常见为肝炎病毒感染，其中乙型肝炎病毒是最主要的因素，其他病毒如单纯疱疹病毒、巨细胞病毒等引起的急性肝功能衰竭不常见。细菌及立克刺体感染可以引起败血症、感染性休克，导致肝功能损害，严重可引起急性肝功能衰竭。二、中毒，药物中毒是引起急性肝功能衰竭另一个常见原因。药物性肝损害分为中毒性和变态反应性肝损害。中毒性肝损害是指药物的代谢产物直接对肝脏产生损害，常与剂量有关。而变态反应性肝损害是指药物作为抗原引起过敏反应产生肝损害，常与剂量无关。常见药物有四氯化钛、普瓦、利福平、四环素、对乙酰氨基酚、乙烟肼、抗抑郁药、单二氧化酶抑制剂及布洛芬等。三、代谢异常，如妊娠急性脂肪肝、Right 综合征、Wilson 病、半乳糖血症及遗传性酪氨酸血症等，可引起急性肝功能衰竭。四、缺血缺氧，急性循环衰竭、心肌梗死、严重出血、严重心律失常、休克及肺栓塞等造成肝缺血缺氧而发生急性肝功能衰竭。如果喜欢本视频，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别忘了按赞哦。